大家好，我是栗子，今天一起折一只小蘑菇吧。首先我们拿出红色的色纸，将色纸水平对折，然后再对折一次后摊开。接着我们将三边的角往内折，将下面往上折后，我们把色纸翻面，将两边往上折，将三角形里面往内折，接着我们将下面的角往上折，两边的角往内折后，再往里面折进去。将上面的角往下折，最后我们拿出圆珠笔画上笑脸，一只可爱的小蘑菇就完成了。